果你到时候你这里帮我打一个，我回去打也可以，把线穿出来一点，因为到时候我线头嘛，我要做东西也是说，可以留点头出来。对，那那这样吧，我们要去吧，要去他先停。那你是你说你这个意思是不能动了是不是？要不要发？是这个意思吗？那肯定要发呀，不用说，肯定要发。好的，好的，你先发走吧。然后上上次那个我们那个对，这个我来。